Thank you.
整声有气，为您讲述的阿哥阿妹们闪亮登场。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。魅力湘西，我是白族阿尼。首先要祝朋友们一秋秋秋秋再秋呀一秋那呀一秋秋上加秋。我的意思是说啊，祝大家在我们张家界是这也好那也好，好上加好。白族话当中秋就是好的意思。收到祝福的朋友们，来点掌声，秋不秋？谢谢，我这位搭档啊，是我们张家界核心景区古林园旅游形象代表苗族阿朵。阿朵，苗哥唱得特别好，来给大家唱一个。没问题，但是呢，当我唱到最后一句结束语的时候，我想邀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跟我一起大声的演唱一句“哟喂”，可以吗？好的，稍后要听到全场。朋友们的声音，来开始。哇！好！编组里面有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，她的名字叫翠翠。青石板，路在外，春草如烟，梦梦长聚。当兄弟俩同时爱上一个姑娘，爱情会有怎样的走向？在神老行走的彼端，哥哥天宝带着遗憾，在迈出经书上的船上罹难；弟弟罗宋则怀揣愧疚出走。